哎，老人家，这个来当茶杯，这个什么你知道吗？无知愚昧。都起来，就算做的不对，你也不能这个态度呀。老人家，怎么带小孩做这么脏又危险的东西呢？都没有东西玩哎！别玩这个了。小鹿要给宝宝买新玩具啦，跟个垃圾堆捡的，脏死了！要玩具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大家等我一下。我先玩，奶奶，奶奶，我先玩，别抢了，别抢了，我去给你们做一个更好玩的。哼，做了，没人给你点赞的。有，点赞也不关注你啊。奶奶，好玩的来啦！啊，好。奶奶，好玩吗？好玩。好玩。老人家，这能吹出泡泡吗？这么让我的泡泡管？哒哒哒哒哒哒，冒蓝火的泡泡你见过吗？
老人家，宝宝还这么小，坐这个车子很危险的呀。家的没有啊。